主席，不过同仁本院委员潘孟安等16人的临时提案，为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平和公路恒春市区至南湾路段快慢车分隔车道的工程设计不当，完工迄今的短短2个月，平均2天就一件死伤意外，居民生命安全饱受威胁。三工处应检讨整体工程设计问题，协调相关单位尽速在车道增设交通号志、警告标志和反射镜，移植阻挡视线的路树，并严拟将新建车道改为行人及自行车道，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公路总局三工处应配合恒春镇公所对平和公路沿线的景观带动地方观光发展，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潘孟。